你很勇敢，谢谢你让我变得更勇敢。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不再爱我了吗？跟阿妮结束，完全放下。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 应该就直接回家休息吧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小姐，你的青州小菜请签收。我没有叫外卖。啊？请问你是李小姐吗？这是你的手机号码吗？对。那就没错了，请收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 会是谁啊？是月芳哥。月芳哥知道今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吃饭，还特地为我点了这么多我爱吃的。他对我的这份心意，我。 谢谢月芳哥，我会努力吃光的。你也要记得吃饭哦。